這個呢就是另外一個方向應該。這個就是美孚啊，第一第二期。第一第二期。第一第二期。由左邊開始數一下。第一第二期，第三期。第四期。另外那三等高過美孚的呢就是舊時是九龍巴士，九龍巴士的車廠來的，這裡的環境都很優雅，不錯不錯，這裡不錯，真是這裡可以讓你休息一下，十里桃李五里橋樓台夜夜可憐宵，蒼茫楚澤春將老，烏煙循環水尾燒，喜與尋常論落殼，文武顏色不蕭條，幾曾買得東風笑，樓替三更玉本燒。這裡的意境真的不錯，小橋流水，看看這個是小橋，這個就是小橋了，小橋流水。